拍六张照片，谁的 pose 摆得最清楚 ？OK， 哦，那你可以干扰对方哦。等一边拍，等一下照什么？等一下，我也看到这边拍。好，我先走。你要把门票交掉。这个太贴心了。你已经晒伤了。对嘛？耶 ，OK， 换你。看看小猪这么好骑，不能用取吗？换你，这个比较好，因为它透明感很好，所以我觉得其实上妆女生也很方便。你们要分手吗？因为它是全身都可以防水的。360度，那个爱美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圈 ，OK， 好，两位准备，啊，这样好不好？要露牙，要露牙 ，OK 喽，拔牙齿，啊，我这边笑，我这边十秒之后这里才开始拍照啊，预备，之后啊，什么？OK， 来，我第一张没打进去，还有了，有爱美，爱美一张，一分，追回来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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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六张没有，没了，就一分 ，OK， 走走走，飞飞你不要，加油，老师加油，好，赶快赶快摆动，快快快，快点快点。先是黄队 ，OK， 好，两个都有，哎，两个都有，各一分，各一分。小猪有啊，有，我被挡住。小猪有，我有。他是脸被挡住啊，但他手是这样啊。哎，有，他手是在这里，我以为是这一只嘞。两个，好，二比一，来下一张。有，二比二，二比二。哎，没有，小猪有吧？我有吧，我有。哎，有，有哎，也有啊。哎，他等着，小猪有啊，是这样啊。啊，三比二，他们玩的挺开心。三比二啊，对啊。哎，都有微笑，都有。哎呀，哎，看他手是这样，四比二，而且微笑很棒。没有，他先下去了。没有，5比2，很微笑。没有，6比2，他是三个假的。还把鸭子，他现在一直笑对吧？6比2，太经典了。下一张，哎，这张更1比2，这个也算中啊，他也是。富春，恭喜黑穗活春梅。当第一个示范啊，
所以大家没不知道那个展展在哪里，好不好？我的工作就是这样，握手言和。当爹啦，好像地爹虫，不是当爹啦，超难吃的，来坐，我劝你青蛙哪一个？青蛙，圆形青蛙。客人移位吗？要有吸烟吗？靠窗吗？啊？没有，顺序是这样啊，你先吃青蛙，干爹啦，再吃一点比较润的，然后你这样吃到去直接吞下去。这个是蛙肝呐，蛙肝，哎呦。这真的比较小只，君全雷打，好勇敢哦，好 man 哦，你会太 man 了一点。对啊，我不怕。他现在首先吃了青蛙，青蛙里面有一些内脏啊。鱿鱼干，哎，对，要用食物替换法，对，就你吃的是什么，你就觉得哎啊，这是奶昔，对，啊，其实是屎。而且类似啊，而且君做了一个我们都没有做的事情，就是说我们以前吃都是他就吐了，他还解释说这个味道，他还 enjoy， 还讲口感，对，有没有？那太好，蛮好吃，来来，好吃勇，吃勇，吃来。我觉得他很勇敢，对，他很勇敢，所以你看他带着笑脸，就是对班长，他哎呦，哎毫不犹豫，好 man 哦，有一种花生的味道，对不对？海胆的味道。海胆哦，哎，你形容的很好吃耶！哎，他吸的都变，他把鱿鱼丝、昆虫都把它讲成海鲜哦。鱿鱼丝、海胆、干爹浪，然后这一只我教你怎么水蟑螂，好不好？它是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抓着不要看它。来，你首先抓上去，你先抓着，好。不要看它，来。你就啊，和进去就进去啦。你就一口气干掉。来哦！我没输，我都没你讲呢，他被拐。哎，那个，讲一下，哎，摇摇摇摇。